声有请苏哈主席和安娜主席。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苏哈主席和安娜主席致欢迎词。Hello, everybody. 我爱你先生，我爱你中国。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大家晚上好。今天呢，是我们第28届世界模特小姐大赛全球的颁奖盛典。在这里，请允许我代表世界模特小姐国际组织机构以及第28届世界模特小姐大赛国际总决赛组委会，对在场的来宾和新闻界的朋友们、领导、新老朋友们表示衷心的感谢。现在我宣布，第28届世界模特小姐大赛国际总决赛颁奖盛典正式开始。好了，朋友们，接下来让我们认识一下第28届世界模特小姐大赛的各国参赛选手。Okay, contestant number one from Australia. 一号选手来自澳大利亚，身高1.80米。Contestant number two from Bashkortostan. 二号选手来自巴什克尔托斯坦共和国，身高1.81米。Number three from Belarus. 三号选手来自白俄罗斯，身高1.76米。Number four from Bolivia. 四号选手来自玻利维亚，身高1.78米。Number five from Bosnia Herzegovina. 五号选手来自博斯尼亚黑塞哥维纳，身高1.78米。
number 6 from Brazil. 六号选手来自巴西，身高1.78米。Number 8 from Bulgaria. 八号选手来自保加利亚，身高1.78米。Number 10 from Colombia. 十号选手来自哥伦比亚，身高1.78米。Number 11 from Costa Rica. 十一号选手来自哥斯达黎加，身高1.76米。Number 13 from Cote d'Ivoire. 十三号选手来自科特迪瓦，身高1.86米。Number 14 from Crimea. 十四号选手来自克里米亚，身高1.77米。Number 15 from Czech Republic. 十五号选手来自捷克共和国，身高1.79米。Number 16 from Denmark. 十六号选手来自丹麦，身高1.78.5米。Number 18 from Estonia. 十八号选手来自爱沙尼亚，身高1.82米。Number 19 from Ethiopia. 十九号选手来自埃塞俄比亚，身高1.80米。Number 20 from Finland. 二十号选手来自芬兰，身高1.82米。Number 21 from France. 二十一号选手来自法国，身高1.80米。Number 23 from Georgia. 二十三号选手来自格鲁吉亚，身高1.79米。Number 24 from Germany. 二十四号选手来自德国，身高1.85米。Number 26 from Hungary. 二十六号选手来自匈牙利，身高1.78米。Number 27 from India. 二十七号选手来自印度，身高1.78米。Number 28 from Indonesia. 二十八号选手来自印度尼西亚，身高1.83米。Number 29 from Korea. 二十九号选手来自韩国，身高1.76米。Number 30 from Lebanon. 三十号选手来自黎巴嫩，身高1.81米。Number 31 from Macedonia. 三十一号选手来自马其顿王国，身高1.80米。Number 33 from Malaysia. 三十三号选手来自马来西亚，身高1.77米。Number 35 from Moldova.三十五号选手来自莫尔多瓦，身高1.75米。Number 36 from Mongolia. 三十六号选手来自蒙古，身高1.81米。Number 38 from Montenegro. 三十八号选手来自黑山共和国，身高1.78米。Number 40 from Panama.四十号选手来自巴拿马，身高1.77米。Number 42 from Peru. 四十二号选手来自秘鲁，身高1.81米。Number 43 from Philippines. 四十三号选手来自菲律宾，身高1.75米。Number 44 from Poland. 四十四号选手来自波兰，身高1.78.5米。Number 45 from Romania. 四十五号选手来自罗马尼亚，身高1.79米。Number 46 from Russia. 四十六号选手来自俄罗斯，身高1.77米。Number 47 from Serbia. 四十七号选手来自塞尔维亚，身高1.77米。Number 48 from Siberia. 四十八号选手来自西伯利亚，身高1.82米。Number 49 from Slovakia.四十九号选手来自斯洛伐克，身高1.76米。Number 50 from South Africa. 五十号选手来自南非，身高1.75米。Number 51 from Spain.
51号选手来自西班牙，身高1.82米。Number 53 from Taiwan, China. 53号选手来自中国，台湾，身高1.76米。Number 54 from Thailand. 54号选手来自泰国，身高1.80米。Number 55 from Togo. 55号选手来自多哥，身高1.77米。Number 56 from Turkey. 56号选手来自土耳其，身高1.78米。Number 57 from Uganda. 57号选手来自乌干达，身高1.76米。Number 58 from Ukraine. 58号选手来自乌克兰，身高1.79米。Number 60 from the USA. 60号选手来自美国，身高1.78米。Number 61 from Yakutia. 61号选手来自雅库特，身高1.75米。Number 62 from China. 62号选手来自中国。让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各国佳丽。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各位来到第28届世界模特小姐大赛国际总决赛的颁奖盛典的晚会现场。自我介绍一下，我是来自深圳广播电影电视集团的节目主持人张达，大家晚上好。大家好，我是深圳广电集团的主持人张馨月，非常高兴世界模特小姐大赛落户深圳，在这里也欢迎所有来自全世界的来宾来到美丽的深圳，我们一起共襄盛举。在我们中国有句老话叫做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在这里我建议大家再次把掌声送给来自全世界70多个国家的各位各国佳丽，欢迎各位。接下来让我们隆重介绍一下我们的重量级的国际贵宾，他就是来自阿联酋皇室家族成员、沙加政府土地局主席沙伊赫·纳布尔·萨克尔·拉希德·阿尔·卡萨米。那接下来就为各位介绍一下来到现场的各位领导和嘉宾，他们是中国恒天集团董事长、党委书记张杰，欢迎您。原深圳市政协副主席廖军文，欢迎。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政府区长王强，欢迎。深圳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陈金海，欢迎陈部长。深圳市出版发行集团总经理尹昌龙，欢迎。深圳市文体旅游局副局长钱强，欢迎。深圳报业集团副总编辑、深圳晚报总编辑丁时照，欢迎。我们同时欢迎深圳广电集团副总编辑李野平先生，欢迎李总。深圳市福田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熊国雄，欢迎。深圳市南山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廖子斌，欢迎。深圳市福田区政府副区长刘志勇，欢迎。中国著名音乐家、中国大众音乐家协会主席王佑贵，欢迎。中国资深媒体人、深圳市新闻人才基金会理事长王田良，欢迎。中建钢构董事长、党委书记王红，欢迎。再次欢迎各位领导嘉宾的莅临，欢迎各位。接下来隆重介绍下担任本次大赛的11位国际专家评审团，他们分别是世界模特小姐大赛创始人、世界模特小姐国际组织机构主席苏哈·奥培里先生，国际奥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委员、香港太平绅士，第28届世界模特小姐大赛国际总决赛评审团主席霍震霆，欢迎。世界模特小姐大赛唯一合法继承人、世界模特小姐国际组织机构执行主席，第28届世界模特小姐大赛组委会主席安娜小姐，香港著名导演、资深电影工作者钱江汉，美国时尚界知名人士穆扎菲尔，
波兰时尚界知名人士格西亚，科特迪瓦时尚界知名人士阿尼塞，澳大利亚时尚界知名人士卡伦，保加利亚时尚界知名人士维塞里，德国时尚界知名人士贝坎，以及第27届世界模特小姐大赛国际总决赛冠军艾娃小姐。好了，朋友们，让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各位评审团的各位专家评审，欢迎各位，欢迎，再次欢迎各位的光临。本届世模小姐大赛的国际总决赛设立了10个单项奖和5大洲际冠军奖以及前5名的奖项。那么首先我们要颁发的是最佳民族服装奖，获得最佳民族服装奖的是56号选手、4号选手、62号选手。好，恭喜3位选手获得最佳民族服装奖，有请3位。接下来有请颁奖嘉宾，深圳锦绣中华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涂国勇，有请。有请涂总上台为获得最佳民族服装奖的佳丽颁奖。不同的民族有着不同的文化积淀，同样的也会展现在他们的民族服装上。感谢各位美丽的佳丽为我们带来了自己民族最有特色的服装，谢谢你们。我们常说民族的就是世界的，那这次我们第28届世界模特小姐大赛国际总决赛之所以能够选择在我们的民族村，就希望能够把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发扬光大。没错，我们常说地球是平的，现在就是一个文化交融的时代。感谢这些美丽的服饰将文化带到了深圳，带到了同样充满着多元文化气息的民俗村。接下来颁出的是最佳才艺奖，获得最佳才艺奖的选手是18号、49号和48号，有请。好，恭喜3位佳丽获得最佳才艺奖。接下来有请颁奖嘉宾，香港资深电影制作人苏马金，中国航天控股有限公司总经理赵传聪，有请颁奖嘉宾上台为获得最佳才艺奖的选手颁奖。我们看到呢，此刻呢，获得最佳才艺奖的3位选手已经换掉了他们的才艺展示服装，稍后呢，他们将会在这个舞台一展他们多姿多彩的另一面。Let's take pictures。好，谢谢各位。接下来，请各位欣赏的是我们选手的才艺展示。首先登场的是来自爱沙尼亚的18号佳丽。接下来出场的是来自西伯利亚的48号佳丽。
родной, родная песня наша, туда, где мы тебя свободно пели, где было так привольно нам с тобою.接下来出场的是来自斯洛伐克的49号佳丽。接下来，各国参赛佳丽带来高贵优雅的晚装展示。
感谢各国的佳丽给我们带来非常高贵典雅的晚装展示。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继续来颁发单项奖，获得最佳晚装奖的是28号选手，来自印度尼西亚；10号选手，来自哥伦比亚；54号选手，来自泰国。Number 28 from Indonesia. Number 10 from Colombia. Number 54 from Thailand. Congratulations. 好了，恭喜三位佳丽。接下来有请颁奖嘉宾，中国资深媒体人、深圳市新闻人才基金会理事长王田良，为三位获得最佳晚装奖的佳丽颁奖。28届世界模特兄弟大赛国际总决赛，共吸引了来自全世界70多个国家的佳丽登上了这个舞台。所以今晚呢，我们将会评选出各大单项奖以及5大洲的冠军，以及最后的国际总冠军。接下来为大家继续来颁奖，要颁出的是最佳形象奖，获奖的是43号佳丽，来自菲律宾。好，同时呢，获得最佳国际友谊小姐奖的是51号选手，来自西班牙。最佳媒体印象奖是来自蒙古的36号选手。恭喜恭喜三位佳丽。好，接下来有请我们的颁奖嘉宾，来自两岸金河北京文化交流中心秘书长徐凯，阿联酋华侨华人妇女联合会名誉会长顾艳芳，苏州大学党委书记、副校长江作军，有请三位领导。好的，我们现在看到呢是颁发的是最佳形象奖、最佳国际友谊小姐奖以及最佳媒体印象奖，分别有来自我们菲律宾的佳丽、西班牙的佳丽和蒙古佳丽获得。本届的大赛呢，从10月26号，我们各国的佳丽呢齐聚到中国，齐聚到广州，可以说到现在呢也有2周的时间了。在这2周里，他们也是到访了中国的很多地方，对中国的文化和景点有了更深入的了解。接下来，我们就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他们的美丽之行。
接下来石磨佳丽们将她们热情带来青春性感的泳装展示。Please enjoy the swimsuit show. Welcome.I love the play of light, the way Coutinho puts his image through a prism. I feel my body chill, gives me a special thrill each time I see that Guido neorealism. I love the dark and handsome guys with the skinny little ties, dressed in mud, looking out of sight. I love to watch them as they cruise with their pointy leather shoes, wearing shades in the middle of the night. Whatever Guido does, it makes me smile. He is the essence of Italian style. I love the glamorous Latin world, but only Guido can portray.Yeah.
faz a lenha pro fogão, vem fazer armação. Hoje é dia de sol, alegria de coió, é curtir o verão. Vem, marca a lenha, rojão, faz a lenha pro fogão, vem fazer a maçã. Hoje é dia de sol, alegria de coió, é curtir o verão. Please give our warm applause to all the ladies. They are so adorable, attractive. Thank you, all ladies. 接下来呢，我们就要为大家来宣布晋级前三十强的名单了。一号选手来自澳大利亚 ，Number One from Australia。二号选手来自巴什克尔托斯坦共和国 ，Number Two from Bashkortostan。四号选手来自玻利维亚 ，Number Four from Bolivia。六号选手来自巴西 ，Number Six from Brazil。八号选手来自保加利亚 ，Number Eight from Bulgaria。十号选手来自哥伦比亚 ，Number Ten from Colombia。十三号选手来自科特迪瓦 ，Number Thirteen from Cote d'Ivoire。十五号选手来自捷克共和国 ，Number 15 from Czech Republic。十六号选手来自丹麦 ，Number 16 from Denmark。二十号选手来自芬兰 ，Number 20 from Finland。二十八号选手来自印度尼西亚 ，Number 28 from Indonesia。三十一号选手来自马其顿王国 ，Number 31 from Macedonia。三十八号选手来自黑山共和国 ，Number 38 from Montenegro。二十四号选手来自德国 ，Number 24 from Germany。四十二号选手来自秘鲁 ，Number 42 from Peru。四十四号选手来自波兰 ，Number 44 from Poland。三十六号选手来自蒙古 ，Number 36 from Mongolia。四十三号选手来自菲律宾 ，Number 43 from Philippines。四十五号选手来自罗马尼亚 ，Number 45 from Romania。四十七号选手来自塞尔维亚 ，Number 47 from Serbia。四十八号选手来自西伯利亚 ，Number 48 from Siberia。四十九号选手来自斯洛伐克 ，Number 49 from Slovakia。
50号选手来自南非 ，Number 50 from South Africa。51号选手来自西班牙 ，Number 51 from Spain。54号选手来自泰国 ，Number 54 from Thailand。56号选手来自土耳其 ，Number 56 from Turkey。60号选手来自美国 ，Number 60 from the USA。61号选手来自雅库特 ，Number 61 from Yakutia。62号选手来自中国 ，62 from China。好，恭喜前30强的选手。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没有晋级的各位选手，他们依然非常的优秀，谢谢你们，谢谢。
有请三十强的选手带来精彩的展示。Let's welcome top 30 contestants. Bring us a wonderful show again. Welcome.
接下来将会进入到我们今晚的最后一轮的单项奖的颁奖环节。我们接下来要颁出的是最佳肌肤奖、最佳身材奖、最佳泳装奖以及最佳上镜奖。获得最佳肌肤奖的是六号选手，来自巴西 ，Miss Model of Best Skin come from Brazil。Congratulations, number six。获得最佳身材奖的是42号选手，来自秘鲁 ，Miss Model of Best Figure come from Peru, number 42。获得最佳泳装奖的是13号选手，来自科特迪瓦 ，Miss Model of Best in Swimsuit number 13 from Cote d'Ivoire。最佳上镜奖15号选手，来自捷克共和国。Miss Model of Best Photogenic from Czech Republic, number 15. 接下来有请颁奖嘉宾，全球候鸟度假基地事业部副总经理，候鸟度假酒店常务副总唐明秀，现在是亨利莱服装制品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小玲，法国时尚国际集团执行总经理杨雪玲，首脑美容美发化妆培训学校执行校长苟维维。好的，谢谢，谢谢各位颁奖嘉宾，谢谢 ，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our ladies, thank you。接下来最激动人心的时刻来到了，第28届世界模特小姐大赛国际总决赛五大洲的冠军名单。第28届世界模特小姐大赛国际总决赛五大洲的冠军名单。是的，那么这五大洲的冠军呢，是我们各个洲的代表，他们会是谁呢？首先为各位来公布的是亚洲冠军62号选手，来自中国 ，Miss Model of Asia 62 from China。好，恭喜中国选手获得亚洲冠军，有请深圳市福田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荀国雄颁奖。好的，接下来呢，为大家来宣布一下欧洲冠军，他就是51号选手，来自西班牙 ，Miss Model of Europe from Spain, number 51。接下来有请深圳市南山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廖子斌颁奖。好，接下来为大家宣布一下获得美洲冠军的佳丽，她是42号选手，来自秘鲁 ，Miss Model of Americas number 42 from Peru。好，恭喜！接下来有请深圳市福田区政府副局长刘志勇上台颁奖。谢谢，接下来为大家要颁发出的呢是大洋洲的冠军 Miss Model of Oceania， 她是1号选手，来自澳大利亚 number 1 from Australia， congratulations。 好，有请我们的颁奖嘉宾中建钢构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王红进行颁奖。接下来为大家来宣布非洲冠军的得者，他是13号选手，来自科特迪瓦 number 13 from Cote d'Ivoire， 恭喜！
好，有请来自我们中国著名英语家、中国大众英语家协会主席王佑贵先生进行颁奖。进入到现在，可以说呢，到一个最最激动人心的时刻了。第28届世界模特小姐大赛国际总决赛，究竟前五名会花落谁家呢？接下来，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苏花主席和安娜主席为我们揭晓。好，接下来有请二位主席，首先为我们揭晓第28届世界模特小姐大赛国际总决赛获得第五名的名单。我们看到呢，苏哈主席今年已经87岁的高龄了，在这里呢，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苏哈主席。荣获第28届世界模特小姐大赛国际总决赛第五名的选手是48号选手 ，Number 48。恭喜48号选手，恭喜！好，接下来有请深圳报业集团副总编辑、深圳晚报总编辑丁时照、深圳广电集团副总编辑李伟平上台为第五名佳丽颁奖，有请二位领导。主席为我们宣布第四名，荣获第28届世界模特小姐大赛国际总决赛第四名的选手是51号选手 ，Number 51 ，Yes， congratulations。有请深圳市出版发行集团总经理尹昌龙、深圳市文体旅游局副局长钱强为获得本次大赛第四名的佳丽颁奖。好的，有请两位嘉宾为我们获得第四名的佳丽来颁奖。我们的51号来自西班牙的佳丽呢，也荣获了最佳媒体印象奖，还有最佳国际友谊奖。哎，可以说呢，也是深受我们观众的喜爱。同样，鲜花、证书、桂冠、奖杯，恭喜，再次恭喜。好，接下来有请二位主席为我们宣布本次大赛季军获得者。荣获第28届世界模特小姐大赛国际总决赛季军的选手是62号中国选手。恭喜中国选手。接下来有请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政府区长王强、深圳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陈金海上场为获得本次大赛季军来自中国的选手颁奖。刚刚呢，我们介绍到呢，中国区的选手获得了本次大赛的最佳民族服装奖，同时荣获了亚洲冠军，最后又收获了第28届世界模特小姐大赛国际总决赛季军的称号。让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来自中国的选手。再次恭喜，而且我相信收获各个奖项对他们来说呢是一个很大的褒奖，更重要的是今天的舞台是他们插上翅膀梦想起飞的地方。我们也希望我们中国佳丽更多的走向世界，代表着我们中国的形象，中国的骄傲。接下来有请二位主席为我们宣布本次大赛亚军得主。荣获第28届世界模特小姐大赛国际总决赛亚洲的选手是42号选手 ，Number 42 ，Congratulations！ 有请42号佳丽。有请中国恒天集团董事长、党委书记张杰、原深圳市政协副主席廖军文上台为获得亚军的选手颁奖。
让我们请出上一届国际总决赛的冠军艾娃小姐。有请二位主席为我们揭晓本次大赛总冠军，荣获第28届世界模特小姐大赛国际总决赛冠军的选手是。荣获第28届世界模特小姐大赛国际总决赛冠军的选手是。20号选手 ，Number 20，恭喜20号选手 ，Miss Finley， You are the champion， Congratulations。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把最热烈的掌声送给我们最后的冠军20号佳丽，恭喜恭喜你。好，接下来有请上一届总冠军艾娃小姐交接皇冠。Now let's welcome Miss Eva hand over the crown to the 28th Miss Model of the World International Final Contest Champion。有请来自阿联酋皇室家族成员、沙加政府土地局主席沙伊赫·纳杰布。第28届世界模特小姐大赛国际总决赛评审团主席霍震霆先生为冠军颁奖。所有的朋友，我们把祝福的掌声送给我们最后的5强选手，恭喜各位，恭喜各位。好了，朋友们，第28届世界模特小姐大赛国际总决赛颁奖盛典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在这里我们还是要非常的感谢世界模特小姐国际组织机构第28届世界模特小姐大赛中国总决赛组委会、深圳广电集团、深圳出版发行集团、深圳锦绣中华发展有限公司、中艺国际集团香港有限公司、中艺安娜深圳国际传媒集团以及中艺恒尚文化集团有限公司为28届世界模特小姐大赛中国总决赛的联合主办。感谢世界模特小姐生活体验基地 Indonesia Yolar Meaning Corporation、 Malaysia People's Distributor Corporation、 One Stop Duty Free、Uncle Fashion International Corporation、 深圳亨利莱服饰制品有限公司、首脑美容美发艺术有限公司、深圳安莱德贸易有限公司、深圳市世摩恒尚置业发展有限公司、深圳市恒尚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深圳市世摩恒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深圳市世摩时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深圳市恒尚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深圳市中艺安娜置业有限公司、惠州市中艺会所管理有限公司、惠州高尔夫球场有限公司、香港安凤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中艺国际集团澳门有限公司等协办单位对本次大赛的大力支持。要感谢第28届世界模特小姐大赛唯一指定红酒 Artner、 第28届世界模特小姐大赛指定律师事务所广东今天律师事务所对本届大赛的大力支持。在这里还要特别感谢深圳市中艺安娜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的独家承办。朋友们，让我们明年再见。